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my seafood channel. You also like seafood mukbang, remember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. Love you.哦，转转转转，咱把这苦胆啊，把这苦胆给它去掉。大伙的大海螺的苦胆吃了会头晕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肝给它挤出来，剩下的都是精华。嗯，哎，哥，看你吃这么香，你家海螺怎么卖的？我们家那大海螺，99米，4斤，还给你包邮，下方小黄车。嗯，好长时间没有来一小锅，来个大海螺一斤一个的，我操，八爪鱼，满满登登一小锅，来点老抽上上血，来点九里鲜，来点香醋，给它扒了。扒拉扒拉就可以了啊，再来点
生命之泉，煮上个十分钟，盖上大锅盖。喜欢吃海鲜哥姐，点小红心支持一下。再来上一小锅，哦，来个八爪鱼，每天来一小锅吃不完啊，都下去啊，来点大啤酒去去腥，八二年的啊，给它扒了好了，哦。放点生抽啊，不会做的哥姐，其实做海鲜没有啥啊，放点香醋，来点老干妈，就太多了啊，多放点佐料好吃，煮个十分钟，想吃的哥姐点红心给小老弟支持一下，下视频开灶，捞海螺抠也没抠出来，哎呦喂。转出来啊，黄不断哥姐给小老弟来个小红星，想不想吃？嗯，这里是苦胆啊，这蓝色的是苦胆，给它去掉，再把这个肝啊去出来，把肝去掉，剩下的哥姐全部都是精华。嗯，太过瘾了，你想不想吃哥姐？下方小黄车99四斤还给你包邮到家。嗯，
太大了，都不好吃，我还是喜欢吃爆肚。有没有给小老弟来个小红心啊？哎呦我操，太过瘾了。嗯，有黄有木，有没有双击？嗯，想吃爆头哥姐下床小黄车来上一单。Preview.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. Friends who like seafood must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mount. There are many more wonderful videos waiting for you. Love you. Thank you.